我今天要带大家来最后唱这首歌，这首歌是个很可爱的一首歌，因为这是一个七岁的日本小女孩所做的一首歌。不过在新圣诗里面它是台语的，所以我们要稍微学一下这个首歌的台语，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这个歌词，请我们一起来读哦。无论在什么时阵，无论在什么时阵，唔通好苦难赢去，也唔通悲伤失志。有耶稣会听，有耶稣会听，就是有耶稣会听。好，这首歌，什么时阵就是什么时候，所以不论什么时候，不要被什么所打败，不要被苦难所打败，也不用悲伤失志。这是首七岁的小女孩她在病榻当中所写的一首歌，她用这首歌来说她自己，我不愿意，我知道我有耶稣的爱，我不会被苦难所赢，我也不会停留在悲伤跟失志当中。所以我们透过这首歌，我们来聆听这小女孩的心声，也求上帝帮助我们有这样单纯的心，无论在什么时阵都能够向她祈求。什么时阵，无论在什么时阵，唔通好苦难赢去，也唔通悲伤失志。有耶稣会听，有耶稣会听，就是有耶稣会听。再次提起。无论在什么时阵，无论在什么时阵，唔通好苦难赢去，也唔通悲伤失志。有耶稣会听，有耶稣会听，就是有耶稣会听。我们来读一下第二节的歌词哦。无论在什么艰苦，无论在什么艰苦，就唔忘将来福气，主为赐信用勇气。有耶稣会听，有耶稣会听，因为有耶稣会听。我们来唱第二节。无论在什么艰苦，无论在什么艰苦，就唔忘将来福气，主会赐信用勇气。有耶稣会听，有耶稣会听，因为有耶稣。无论在什么艰苦，无论在什么艰苦，永望将来福气，主会赐信用勇气。有耶稣会听，有
所会听，因为有耶稣会听。